藏传佛教的这个藏文版的心经啊和韩文版的心经，基本上是一样。韩文版的这个心经里面呢，它有好几种版本，韩文的心经有八九种版本，我们看到的有就九个以上的版本，其中有些呢，跟藏传佛教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部位啊，中间的这部分都是一样，完全是一样，但是前后有些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。但是这个九个版本里面呢，有一两个是跟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是完全是一样的啊。那么心经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版本呢？就是因为印度的这个心经呢、啊，它在翻译过来的时候，这印度的心经它的蓝本啊，它的这个原稿就有一点点这个出入，但是这个出入呢，它不是内容上的出入，这是前后，比如说这个藏传佛教的这里面呢，就讲啊，这个心经是什么时候讲的啊，什么样的这个什么环境下，在哪里啊，当时有多少人听啊，然后就为什么讲一个这样子的心经啊，前面就加了这样子的一个缘起啊，一个缘起。那有些心经的版本就有这个，有些呢没有，他就直接讲这个主体，就是这个区别，没有别的区别啊。